文忠玉枪起来，求松为土兵点金风，到上林秀金无一对刀盘相归。我立出劳动，林秀金去用你红线哦。一心志在灌修天，干戈行阵，苦竹秀才，雄豪情海，猛气攻人，金海里扬，惊时剑魂一吹。哦，用雄飞顶高你。另一个，如凡看出对手情势，如心翻转，频频化鸟出现。哦，瞬间三分力，正力千万斤，楚红的短剑高手，彼此。一敌对手人敌，敌军战将一将归将。嗯，好。英气出将，朝气求人。刘如松英剑在手，如天路两虎翻成牛，五红出顶不惊猴。见过乌红，上面攻击我是新的吗？好，这个猛将顿时出九秒传流之气，翻身一跳，恰似红尘一跳。足球。嗯，此时之信就管高欢兵将路，如读教务端出将，应注意心情，却动机行为独盘，捍卫蓝秀金不用剑道，如何轻易高将？嗯，看来之前是不知不休咯。如果如读教想失去高地，却动机原封不应。只怕你这目的也未必能得成。冠秀天将因你之鲁莽悲壮，失去之代价太大，非你我愿见。我更不愿此地沦为血染沙场。只要你能交还兵将，譬如说能答应你任何条件，那好。只要你能取得我原先的宝地，那风即将一石秋，让他与我兄弟一肩负担，那石同机原装兵将高策如盘，一言未定，一人在哪里？我记得他是十三刀之首，不知他住在哪里。凡之处高玉，不是半日了矣。这项条件一公一私，拢是对道门最好之决定。双角大计入侵苦境，道门借出力量一同抗敌。我宝地有财有学，如譬如松尽量说动他，让我兄弟重逢言好，无疑也是了却我心中一盏心愿。怕只怕他连我宝地也未必能见上一面，无论我宝地能化解对我之心肝。嗯，来要如愿遂动，也非简单。